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靓靓班长的频道。我终于有时间拍这一条牛可音乐工作室 opening party 的片了。在2024年的1月29日，我参加了牛可音乐工作室的朋友见面会，我当然都玩得很开心了。牛可就说了，第二日1月30日就是他们的 opening party， 他邀请我们一起出席，那既然牛可邀请了，那当然去了。所以我在1月30日早上10点几已经去到工作室了。这个工作室是由6个人夹粉成立的，包括最左边的慈哥、丁晓、邵立勤、陈红石、姜嘉欣和牛可。我们现在一起看看当日热闹的情况啦。工场和大家这么多人，那么很开心啦。我们这里有香港另一的记者都在这里，很开心。所以多谢这么多亲戚朋友和粉丝啦。OK， 我不识我的东西就是这么多事。是这么意思，好吗？加油加油，好叻啊你。我们等阵是交回给支咪给他先。我哋好 casual 嘅啫，唔好 casual 啦，食啲嘢先啦。好，恭祝我哋生意兴隆啊！顺风顺水啊！祝我哋牛可音乐工作室好，好，咁咧，我哋邀请，我哋邀请阿牛可啦，带领啦，咁就连同咧，我哋邀请埋阿主席同埋阿丁神一齐同我哋切烧猪好嘛？咁啊，古卓文，我哋嘅好兄弟，咁啊，另外几位嘅 partner 啦，阿嘉欣啦，阿丁啦，同埋阿慈哥，仲有小弟。大家坐席。想企喺度。大家都可以，有隔離有啲嘢食都可以，可以食住少少呢啲小食先啊。師傅親自操刀啊！我有手套。我想聽誰唱歌，聽劉可先，之後到你了，之後到你了，好了。
啊！今日琴晚先去，今日搞唔掂啊！咩啊？咩神兄喺度啊？各位，先同牛师傅切烧猪的片是不是很好看呢？等我再一次介绍相里面的人。我们由左边看起，第一、第二位都是108强，邵立勤和丁晓。我们先介绍左边第四位的黄延顺。他除了是108强之外，他也是2019年仁济医院董事局主席。牛可音乐工作室很支持仁济医院，仁济医院也很支持牛可音乐工作室。所以左边第三位就是仁济医院董事局副主席暨筹务委员会主席张文嘉博士。所以当日都摆了仁济医院的捐款箱在这里。而且牛可音乐工作室也在 Facebook 跟大家说，请大家不要送礼物，不要送花篮，直接将那笔钱捐给仁济。而大家的心意，牛可音乐工作室是会收到的。而从右边看起，都是108强的古卓文、刘可和姜嘉欣。古卓文隔离的位置就是慈哥。看看啲靓仔靓女先。同系108强的徐泽昌亦都有出席。108强的简洁明亦都有出席，原来他懂打鼓的。牛可音乐工作室的其中五位 partner。这一张相就是仁济加中年好声音二。这两张相就是邵立勤和牛可捐款的相。当时我见到有捐款箱，那我就拿张100元出来，我就跟黄延顺说我要捐钱给仁济。黄延顺听到当然很开心，跟着他就带我去那个捐款箱，他也邀请张文嘉博士陪同我一起捐款。当时我真的受宠若惊的。大家想想，几可你会可以捐款是由前主席和副主席陪同你一起去捐。所以我是很开心的。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做善事或者你帮人，其实不怕跟人家说的。因为你跟人家说的话，你有可能感染到其他人，令到那个人去帮其他人。好了，跟住就是刘可和粉丝合照时间。牛可和 partner 合照时间。我和牛可拍了几张照片，所以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住就是靓靓颁奖集邮寄。我其实跟很多位108强已经拍了相了，我会另外再拍一条片给大家看，不过这里看了一部分先。各位，今集的梁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我为大家带来的相片。我还有很多片未拍的，大家留意着我的频道了。如果未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啦。多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